果真正打基本功来的跟刘希元打比还是有点差距。彭陆阳呢是今年才19岁啊，刚刚19岁啊，也是非常的年轻，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。他是打那个上升期的，所以那个球的速度很快。人物啊，现在还真的是很难说。对，要经过一段时间和过程。对，你看当时邓亚萍下去之后，王楠是马上就站了出来，对吧？这个邓亚萍乔红那个时代之后，王楠站前三把。那么郭跃和郭岩呢，就是男性化这种打法。李晓霞呢，其实有点像张怡宁，比较全面啊。对，但心态有的时候出现一些起伏。其实。好的，这个球其实彭陆阳有点犹豫，多准备两板。对，对了，差不是吧？好球。体育赛场上7点多那场球和10点多那场那场球可能有些球员也在看啊，不知道会不会这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啊，但我相信应该不会。因为平时的训练把证明自己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，对吧？对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包括刘诗雯啊，包括郭跃、郭岩啊等等这些运动员，李晓霞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成绩表达，对吧？对。大家打起来也有输有赢，这关键就是到大比赛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，特别遇到困解决好，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个所谓的差距就是球没有了，对，发球。刘诗雯啊，今天拉，所以是有点拉不死的感觉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老是，对，不老是往后退，把线路拉开，对，把线路拉开。你看彭陆阳啊，这个球啊，虽然这个球输了。你看拉反手，基本上拉不死。好球，好的，10比0。又是自己的主动失误。这一局其实刘诗雯后半阶段有点，刘诗雯发球。直线好，刘诗雯发球，摆短先拉起来，球好的，又是正手得分，对，好球，这样的既是盘点也是局点。这一局啊，最后只让对手得了1分啊，当然彭陆阳可能体能也。